几个前五在我刚才左边一个，两个，今年有两个，拿下来给我。好，拿下来给太子。前五。对，就那两个小的。这个，太子要什么？就新的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都全部拿下来。都拿下来。好，全部拿下来。够了，够，可以吗？进攻了，他进攻，他去进攻了。叫他下来，叫师姐下来，叫师姐先下来，师姐下来，代替他。师姐上下来了，去。我叫那个谁去代替他。这个我就给庚子年，我觉得表现目前最好的。好，等一下，马上下来。新种出来的有果肉的草莓汽水，我现在就喝一口，不要浪费。那你喝一口啊，喝一口不要。喝一口，我心情，喝一口也好。吃颗糖。乖爸，弟君要给你乖妈妈，妈妈，乖妈妈，那你是谁？这他说都拿下来给太子看，台湾拿了带蝙蝠的弟君要给你项链，谢谢弟君。过了吗？去过了。到三千那边。问你有没有？你觉得谁表现比较好？你想给谁？不是要给你，是给你。其实林文真表现不错啦，虽然他那个。再就凌晨些。
那就是阿贵啦。母汤。那就没了。不同。他也只有顾问。但是你可以送给你觉得表现好的，但是你要给之前要跟弟弟说一下。但是两个要一起吗？不是，一个是他跟他跟三叔，这是我家吃。应该是你把葱都放在你旁边，满天葱的。这也放在我。嗯，这也是放在你。啊，这是拿他的那只黄鱼的。那是瓷碗。瓷碗。这个是黄鱼的。是太丑了，真的是太丑了。那可以去给那个什么那个拿那个很多来的。谢谢。他只要给你你的礼物，谢谢你花了那么多钱。好，这条坐在隔壁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今天。
下礼拜。下礼拜要在地军主办的特访。他因为他有点不高兴，他已经跟地军讲，你就你也不要跟他们讲，你就直接去跟公主，直接跟先跟公主说，说是护光远顺决定。好，他也不用跟他们讲，因为你跟他们讲了，他们可能那天就不会来了。下礼拜就是六号。因为护工员专属他今天写的第一点就是上面的人再怎么逼下面的，下面的如果不愿意做也没有那个心的话也没有用，那就由神来逼吧，懂吗？总要吃点苦头才知道果肉汽水，对。可是我就只喝一口。对，没事，那就打开。可以各喝一口。OK。那吸管吸吗？不要吸，这是有果肉的吗？有果肉。What?